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获得亚洲企业最佳雇主奖。首先在这里谢谢我们全体员工对台达的高度认同，以及对台达的这个持久的一个支持。那台达呢，致力于创造多元共融的环境，并且创造数位的流程，让员工有不同的员工体验的一个好的经验，并且我们致力于让员工有多元成长发展的一个机会。谢谢各位，也谢谢同仁们持续的努力。